群的表演者呢，不但是俊男美女之外哦，在他们的身上有许多精彩的故事，等一下呢也会跟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来分享。那当然我们今天的活动、今天的表演、今天的音乐会哦，还是要跟大家说是完全免费的哦。我们前面有好多的椅子，我知道现在太阳都有一点大，大家都想躲在阴影处了。但如果你再找一个地方可以坐下来又不用铺报纸的话呢，我们今天现场你所看到的椅子都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坐进来享受一下为各位所带来的精彩表演。除了有我们的海洋乐季的冠军刚刚所为各位带来的这个张杰牧师所带来的歌曲之外呢，接下来哦，我们要邀请到的一群年轻人，他们要用精湛的舞技、好听的歌声呈现给大家，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神爱之音。呼呼，
是来自台北有一间原住民的教会，我们是叫做神爱教会，那我们是神爱之音，今天非常开心能够站在这里唱歌给大家听，跳舞给大家看。那接下来呢，我要唱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我们的我们神爱教会的年轻人神爱之音所创作的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叫做《从头》，谢谢。好棒哦！我叫做爱家，
然后接下来呢，我要唱也是我们第二张专辑的歌，这首歌名呢叫做《而我相信》。这首歌也是我自己写的歌，就是记得在有一天晚上，我就是那时候心情很，就是很孤单，然后又心情非常的低落的时候而写的这首歌。因为呢，我有这份信仰，这位爱我的耶稣呢，让我可以继续的往前走啊。因为有这份信仰呢，让我知道我是一个不会被离弃，就是不会被遗弃的一个神所爱的女儿。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大家，谢谢。若不是你，还有谁可以对？
谢谢，我相信。Hello， 大家好。好。我们是神爱教会的年轻人，我们是神爱之音，我是神爱之音的志鹏，很高兴今天来到淡水，看到很多很多的年轻人，你们都很年轻，跟旁边说你们都很年轻。今天呢，你们知道我今天穿的衣服是哪一组的吗？答案是阿美族的，有猜对吗？哎，是嘞。今天呢，今天我穿着自己的服装在这里，当然很明白就是要唱母语，就是自己的歌。我希望等一下我会接下来带一首主语跟一首原住民的那个歌曲，我希望大家会喜欢。对，来，我们谢谢，拍手。
安海岸，啊乌安海岸，哦呀那哟咿耶，哦海岸，哦呀那哟咿哦呀，咿耶呀，哦呀那哟咿哦呀。起来可以吗？因为现在呢，我们要想要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跳我们原住民的舞蹈，这动作非常的简单，就是呢，只要把你的两只手牵在你的旁边人的手，只要牵在你旁边人的手就 OK 了，好吧？如果可以的话，邀请大家一起从位置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原住民的舞蹈，一起来，黑色，欢迎现场所有的爸爸妈妈。可以带着你家的小朋友一起手牵手来跳这支舞哦。节奏打拍子，来 ，one two one。
们先拍手。